你找我们来这儿干什么？妹妹，我想给你看这个。这玻璃瓶里有一个纸条，是一个人写着他最爱人的名字。你猜是谁写的？林静，没想到你还会玩这招。瓶子里面明明是两张纸条，就一张纸条。我不知道你没有在说什么我听不懂的话，我也没兴趣知道。你不想看看吗？5年前，那个人在这张纸条上写了他一生最爱人的名字，放在里面。